老板，你找我？请坐。我看到你在我们庆功宴上射飞镖射得不错，无论是眼力、集中力以及控制力，你都有一定的水平。没有人是你的对手。我们公司将要参加香港一个生力飞镖比赛，我需要一个有实力的队长带队。我觉得你很 OK， 所以现在派你去挑选三个伙伴跟你去香港，代表台湾女生 PK 香港男生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交给我吧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队长思涵。想要提前在香港看到我的话，就把你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我哦。